代表，多謝。好，下一位，是我主持會議，對不住、啊、高容麗女士，你如果你不遵守我們今天的安排呢，我就會請你出去、啊、你知不守規則的人守規則，你不搞錯、啊、你有沒有問題、啊、我讓發言的代表講完最後幾句的建議，有什麼不妥、啊、你不是幾句嗎大哥？我會主持會議，不需要你去安排。行，那你就只要立屋曬佢咯，自己三樓清掂就得咯。使乜點解制定會議規則啫？你咪揾多幾個嚟咯。係啊，揾多幾個啦，喺急嘛。但你係咪再係咁嘅態度？你咩態度啊？你個再係嘅態度，你係攞過嚟志在喺度嗌交嘅咧。我哋唔係咁樣開會嘅。哦，唔係咁開會，咁你點樣點解要定三分鐘啊？三分鐘我呢度，我話喺三分鐘之內，希望大家盡快完結。我係有個酌情權嘅。繼續小圈子咯，千秋萬世咯，你哋，你只噏埋佢啦，你哋，你家人咪人嚟嘅呢班人，你賣香港，你全部都是政協人大嘅。請你出去。出去咪出去咯，你班垃圾嚟嘅，賣港產，你跟住我繼續啦，人渣。好，我哋下一位高容麗小姐。哦，好。